曾经因为和吴卓羲乱耗而导致离婚的梁静琪 Dodi， 如今再次爱上 Bad Boy 纹身小鲜肉，听说起男友还很有钱哦。TVB 金牌监制梁家数千金梁静琪以前因为和吴卓羲在泳池戏水而导致自己离婚，如今被爆出有新恋情。艺人梁静琪 Toby 自2014年初与结婚半年的富贵老公 Aaron 离婚后，身边一直不乏追求者。之前曾经传 Toby 搭上貌似温家磊的巨胸新欢陈姬，不过 Toby 就一直否认。之前 Toby 曾经透露自己凯择偶条件，画自己无是大致尽在，不过口里说不，身体却很诚实。原来 Toby 行规叫张凯纹身小鲜肉。虽然 Toby 一直将恋事低调处理，将新恋情看到秘密实实，想保护爱情小幼苗，但900米一书必有人习社交网 post 相无小心出卖作。相中建渠第一大班朋友去布基旅行，找住泳衣凯 Toby 同纹身大师在吃到食意时，好亲密寒今次想无任都无得啦。据知纹身小鲜肉年纪过 Toby 一截，不过男方家底无错，而且最重要凯系渠弟有好多共同兴趣天。